我是 Denise， 我今天是令人开心的一天了，耶、yeah! ！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海边了。介绍我朋友到我朋友车上 ，Denise， 你好，在开。好，今天我要推荐这个海边给大家 ，Coogee Beach，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算是很安静的海域，它在那个地方它有捕杀，不是捕杀网，就是那个有一个网子围住，然后你就可以。哦，对对对，防沙网。我人生这回英文不好，中文不好。哦，就是它有防沙网，所以你就可以在那个防沙网里面游泳了。那那个海域很特别，是因为它有一艘沉船在那里。那个沉船，我本人实在不太确定怎么念 ，Omail Rig。对，那那艘船曾经对澳洲有非常大的贡献啊，我这里就没有要讲解它的历史了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它的历史的话呢，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，你可以点进去看，慢慢导读一下它的历史哦。此之外呢，当地政府也很有心的建造了 Marine Trail， 它在那边它建造了一个 trail， 是专门给浮潜或是潜水客，它在下面放置了许多人造的礁石。还有一些艺术作品，就是来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我们是直接到这个 trail， 所以它那个梯子下去直接是海，就是没有海滩，海滩的话要到另外一边，所以我们就先坐在这边的草地上。天气超好的，但没有到非常冷，所以等一下下雪下水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冷。西澳的海永远都是冰的，因为它是印度洋流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算上面是40度，下面可能有-10度吧。沉船附近而已，没有到 marine， 没有去那个 trail， 可以，因为 trail 它就是会到比较深10公尺，从2公尺开始到10公尺，就是如果你比较有经验，如果你是比较有经验或比较会游泳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探索。但是呢，因为我现在我今天状态没有很好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游到这么远。结束完就可以去 Fremantle 吃饭， Fremantle 很多好餐厅，我想要喝一瓶啤酒，喝酒。
要我很喜欢这个，加油，淡淡的木香味，这是他们新口味 Rosemary， 然后喝起来就真的有淡淡的 Rosemary 的味道，但很淡淡的，不会甜，不会酸，不会甜也不会酸，就是也很清淡清香，流过你的舌尖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然后我忘记我最爱是哪个，这间餐厅是大推荐，这个正说。这间酒庄是我最爱的，因为你是 KOL， 如果你不喜欢这两个，或想要试一试它别的，我觉得 KOL 是推的。我觉得这两款是，如果你平常没有什么在喝啤酒，因为怕啤酒味道，我觉得这两款就是已经算 OK， 因为它没有酒味，没有很重，是然后清淡。哦，是反正耶，这是什么 ？Fremantle marinated octopus。腌制小章鱼，吃饭都是很